Yangluo 的朋友们，我今天把大家推荐一个在Yangluo吃宵夜和小酒的好地方，就在这小酒坊修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，兄弟莫操心的啊，走。 好多晕了，都是的。嗯，嗯。哎，老雷，哎，你什么热气头去？下午的宵夜，老板，早餐109。你忙啊，怎么你来了？我们工资两个人去。109啊？哎，哦，那你过去了哟。那不搞好来了。一个，来了，一个。是，我本来。搞搞搞，我本来搞109，其实。请我们两个绝对多的。可以。哎，我也是吃了可以呀。 喝的可以啊，他家这个精酿啤酒是最有特色的啊，这喝的完全停不下来啊，大家快来品尝一下。哎，老雷，嗯，这桌划成这桌酒就行了，这桌是189。 189啊！哎，比我们刚才吃那个109的还升级，你可以搞15个人来吃。哇，那10点还这个酒哎！搞搞搞！